民进党暴力杯葛法案正扼杀台湾经济发展，两岸协议监督条例、服贸协议逐条审查、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现在全都停摆了。政府急着为台湾找出路，民进党却霸占着主席台，拼命在挡路。眼看韩国跟大陆已签订 FTA， 台湾已经落后，却被民进党挡着走不动，拖垮台湾经济。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要负最大责任。